如何正确的泡发木耳很重要。葱丝、红椒丝末、香菜、调味加盐、白糖。一、如何正确的泡发木耳很重要。葱丝、红椒丝、蒜末、香菜、调味加盐、白糖。告诉你啊，以后再做凉拌花生，一勺盐入个底味。告诉你啊，以后再做凉拌花生，一勺盐入个底味。食物原料您在家倒入锅中，加葱姜、料酒、花椒去腥、盐调味、白酒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煮三分钟。千万不要加水，这是白灼大虾的关键所在，肉质鲜美，太好吃了。先把包菜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有了下入三个笨蛋，给它炒散，放入包菜炒至断生，放入在嘴里非常的鲜甜，肉质滑嫩，好吃不贵。很多姐妹用饮水机的水冲出来，结果呢冲出来就这样的，像石灰水一样。今天呢我教大家如何的正确冲泡藕粉，还是这样，买三罐送两袋麦片和用我家祖传的擀面杖压成泥，加入两勺土豆。